你这狐狸精，你干嘛？我要带丁古朗跟鼠进来处罚你。你的朋友涉嫌威胁恐吓，请你协助调查。你为什么要选择当一个破坏人家家庭的第三者啊？我不是第三者。素儿，跟国良能平平安安走下去吗？天命变色花的台爱情公寓，本节目由台塑石油冠名播出。